那么它的手印呢，就是两手啊宣这个内薄印，然后竖起中指，这个直立直的很直的，就是吉利吉拉雅，吉利吉拉雅就是普巴金刚啊，普巴金刚，稍微结的圆一点的，就是大威德金刚，大威德金刚，这个交叉的，就是暗染明王金刚，暗染明王金刚，打开的，就是金刚牙，就是地藏菩萨的手印，地藏菩萨的手印，啊，单单这样子就是吉利吉拉雅，大威德。爱染明王、地藏菩萨，单单这样子就有四个手印在里面。啊，大威德金刚呢，是不要直得太直，因为直得太直就变成普巴金刚。啊，稍微弯一点，就是大威德金刚。爱染明王、地藏菩萨。